家好，我是浩国荣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V 啊，我是鬼佬嘅，嚟咗香港差唔多30年。我是一位土生土长印度裔香港人嚟嘅。点解我识讲广东话呢？主要都是因为我身边嘅人都讲广东话嘅。其实我发觉我嘅身份是一个香港人，因为去到外国做表演啊，做咩都好咧，我都会话嚟自香港嘅咁样。我啲习惯啊，全部中意嘅嘢都系好香港化噶啦。平时都会去茶餐厅食菠萝油，饮解释港式奶茶。去街市啊，去旺角，去油麻地，好中意个环境，好中意啲人。好喜歡廣東話，不過最 key 就是香港是屋企，我基本上每一次去到哪裡都好咧，都會期待翻嚟香港。總之，我都是香港人一個。